挥棒落空，158公里，现场测到157。这球切高了，在内野的上空，捕手在界外区，三垒这边也过来捕手，最终是由姚冠伟把这个飞球给接杀，两出局。去年是有过一场的先发啦，投3.2局。那158公里的速球，最打挥棒落空，三振出局，让中英兄弟8局下半的进攻遭到了弗兰哥的3上3下。